河就是清迈的平河，也称为湄平河或滨河。这里两岸的景色还蛮不错的，不过其实这条河的污染还真的是挺严重，而其中一个污染的源头就是上一期视频介绍过的孟买市场。不过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啦，基本都是本着先污染后治理的逻辑，所以说这逻辑也真的是挺神的。为啥就是要先污染不可呢？就不能先保护后发展？总之只要打着发展的旗号，啥逻辑都有理。 Hello， 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大卫。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我们去逛了清迈最大的农贸市场孟买市场，结果我们被其印度孟买市的市集特色给吓了出来。而在清迈平河西岸靠近古城的这一侧，也就是我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一边，则是一片清迈比较传统的市集所在地，也称为是清迈的老市场区。而在这市附近呢，也有清迈的唐人街，这里据说是清迈最大的传统日用品市场。此处有大名鼎鼎的瓦洛洛市场和一直生存在瓦洛洛市场光环下的龙眼市场，而靠近平河这一边的就是龙眼市场。可以看到啊，龙眼市场靠路面的这一边，其实也可以说是清迈的花市。泰国人每天都要来买鲜花来祭神，可谓相当的诚心，所以这里售卖的鲜花大多数也都是以祭神用的花卉为主，如荷花、茉莉、菊花、泰兰等等。这个花市倒是让我想起了我们广州的芳村花市，不过我们芳村的花卉批发市场的规模可真的是要比它大太多太多了。转进龙眼市场里了，刚才从路面卖鲜花那里转进来，经过一片昏暗的区域，那里有些像是日常市场卖生鲜的档口的设置。因为龙眼市场以生鲜食蔬、肉品、水果摊贩为主，所以估计那一片区域应该就是用来卖蔬菜生鲜之类的。不过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午休时间，所以基本都收摊了。因为里面的环境有些昏暗，我也就基本上没怎么拍。龙眼市场里除了生鲜外，礼佛用品的商家占了大头。但近年来呢，由于受隔壁瓦洛洛市场观光人数逐年攀升的这个影响，在市场内呢也可以买到一些伴手礼。整个龙眼市场内部算是相当宽广，有些像是用旧的大仓库改出来的样子。除中央区域
有许多的食品贩卖之外，还有许多贩卖日常用品的商店。感觉里边也不怎么分类了。在一楼这里，就是有卖干果的，卖各种各样食材的，卖锅碗瓢盆的，卖拜祭用品的，卖服装的，啥都有。售卖的东西也很当地化，而且似乎来逛的也都是以本地人居多。似乎还有二楼，看样子是卖衣服、鞋帽之类的，但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没有啥吸引力，所以我们也没专门上去逛了。但如果对当地的地摊货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仔细逛逛，其实也算是有些怀旧的风情。穿过龙眼市场，这边是龙眼市场的另一侧的路面。这周围的店铺除了卖衣服之外呢，还提供衣服的修补和缝纫服务，感觉很像我们广州城中村里的市场。主打就一个方便，啥都有的卖，啥都有的整。这里可以看看到啊，瓦诺勒市场和龙眼市场两者中间就是隔了一条马路，甚至两个市场的二楼还有过街天桥相连的。若是白天来到这里，可以一次就逛完这两个市场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瓦诺勒市场里了，这边其实感觉和隔壁的龙眼市场没啥区别，卖的东西不仅品类差不多。连档次也差不了多少。不过两个市场虽然都没有冷气，而且乍看一下都偏旧，但逛起来都还算清洁不拥挤，比在外面晒太阳逛市集要舒服多了。瓦诺勒市场这边貌似要比龙眼市场那边要多了一些日用品的档口。这里有一档是卖假发的，这档是卖古董的。哦，这一档是卖藤编物品的，哈哈。这就完全好像是我们广州目前尚存的大型农贸市场
如西朗市场、龙津市场这类的。不过，广州的这些市场就真的只是只有服务街坊的功能了，而不像这里还有观光的功能。不过，从此判断啊，这里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专业化批发市场之都的广州的游客，可以说是没有啥特别强大的吸引力。哦，这是虫虫的干货产品哎，这应该是竹虫，这大概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入门版昆虫食物了。炸猪皮也是清迈必吃的零食，在瓦罗洛市场这里，炸猪皮这一泰北神物各种包装都有，而且粗的、细的、各种形状的都齐备。如果你是炸猪皮的爱好者，总有一款适合你。在贩卖各种蔬菜的摊位这边，你可能还会偶遇这位身处在蔬菜山内的老伯伯，居高临下的卖菜，这气势可谓了得。这个网络的市场据说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当地人俗称为卡伦，在泰北方言里翻译成就是大市场或者是皇家市场的意思。在朱拉隆功大帝时期就已经建成，正如其名字所表述的一样，这个市场主打的就是一个大。市场里几乎可以买到当地百姓生活所需的所有物品。市场所在的主楼是个四方形的室内商场，主体建筑物共有3层楼。一楼多为观光客在逛，主卖食品类商品，熟食与生食都有，还有一些泰国传统服饰。另外就是各式的清迈伴手礼、水果干等等。2、3楼就是贩卖比较偏向当地人会逛的餐具、布匹及杂货店等日常用品，还有卖清迈传统服饰、手工小物和宗教配饰。它还有个地下城，那里提供现做的熟食。类似商场的石阶，这些五颜六色的是椰子糖，据说蛮好吃的。不过见到这色彩斑斓的样子，感觉吃的都不是糖，而是色素。瓦洛洛市场里同性质的商店都会在同一个区域，可能同一个区域逛了10来间店都是卖水果干的，或者是同样都是卖炸猪皮的。建议都要试吃了才不会踩雷。无论是芒果干、榴莲干、番茄干、桃子干、蜜枣干等清迈当地特产都可以试吃。嘿，说到这，我也感觉清迈人也真是有才，啥都可以做成干的。这里还有卖泰国茶叶的，琳琅满目。别以为泰国的茶叶没啥名气哦。看过我之前青莱翠峰茶园那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泰国的乌龙茶、红茶和绿茶，现在的品质可都是很好的。另外，泰北的咖啡也是非常的有名。这里还隐藏着个冷知识，知道清迈第一座手扶电梯是在哪里吗？没错，就在瓦罗勒市场里。这个年迈的手扶电梯目前只能够提供一般的楼梯功能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能够再运转了。根据市场官网的说明呢，这台清迈第一台的手扶电梯可是努力奔跑了40年才退休的。瓦罗勒市场和龙眼市场这一带的市场区算是清迈市区最大规模的传统市场。就个人的观察而言呢，瓦罗勒市场贩卖的商品呢，就以泰式的风情为主；龙眼市场贩卖的产品呢，就具有比较高度的华人色彩。大致可以如此区分两个市场的差异吧。市场里出售和清迈夜市同样的衣服和手工制品，但价格会比夜市里要便宜一些。如果你想要带一些纪念品回家，也可以来这里看看有没有价格更便宜的选择的。因为很多商家同时都是有批发和零售的服务并存，价格部分不会说是清迈最便宜，但至少也不是太贵。
而且交通离市区也算方便，关键是环境要比露天的市集要舒服太多了。想体验清迈在地人的生活，或者需要采买整袋满满的特色零食的话呢，这里还是值得一逛的。平心而论，瓦罗洛市场是不是真的如网上很多人所吹捧的那么有特色？我个人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地道，就是当地人真实来采买的地方。但东西总体而言和国内的批发市场差不了多少，甚至可以说没太多的特别。如果你在国内生活的城市就已经是批发市场集中的地方的话呢，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一定要过来。而如果你在清迈待的时间并不包括周末，无法去到古城的周末夜市或周末的金加 market 的话，又或是纯粹想要感受一下当地人生活氛围的话，那则另当别论。因为就我们而言，现在外出游玩，除非见到非常非常有特色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商品，否则基本上都不会去买。吃的和日用品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海外代购来搞定，都懒得自己拿着一路，还要考虑如何打包托运的问题。不过这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啊。如果对网络的市场确实有着信仰的话，那建议还是来看看吧。那今天关于清迈网络的市场和龙眼市场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时间也快到了，我们要去做马杀鸡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请点赞、关注和转发哦。点击右下角的小方框就可以直接关注了，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了。那我们下期清迈天花板级别的马杀鸡体验的视频见，拜。